成了航班全数取消，机场到处都是候机的旅客。来看到最新的画面，虽然已经进入闷热的五月了，但是金门地区一早到处都是雾蒙蒙的景象。中午呢，台湾往返金门的飞机全都取消或是延后，总计受到影响的旅客超过了上千人，当中呢还有要赴台考试的20多位考生。